这款室外式发型液晶屏中的除泡机，也叫 OCA 除泡机、高压除泡机。所谓除泡机就是除气泡。这款贴合机呢，净重有 19kg， 外形尺寸30长、30高、25宽，内缸尺寸19.5升、15.5宽。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操作过程和注意事项。这根管子是接空压器的气管，这个是压力调节阀，也就是调节压力的大小，顺时针拧拧到最大，逆时针拧拧到最小。好，我们开空压机。放入液晶屏，一次把三个把手拧紧，这是温控，试制温度。一般苹果不需要加热，三星加40-50度的温度。压力表就是缸内的压力显示。电源开关、加热开关、进气、自动排气控制。这是时间试制，我们一般试制12分钟至15分钟。也就是12 m， 为了缩短拍摄视频时间，我们试制为2分钟。开电源，温度调试。这个是试制键，这是选择键，个位、十位、百位，这个位、十位、百位，我们试制为50度。这是调上下、下键、上键、下键，确认已经试制为50度，加热。一般我们所需要的压力强度为5公斤至7公斤。试制的2分钟除泡时间快要到了，开始自动排气。好，缸内已经没有压力了。开缸门之前，我们要看压力表是否为零。关电源，
筹划过程完成了。